16日晚，邓伦工作室与李易峰工作室就近期双方正在经历的网络舆论发表了联合声明，对部分网络用户借机恶意发酵，引发双方粉丝矛盾，并对艺人进行恶意攻击及诽谤的行为，我们坚决抵制。同时，我们呼吁大家共同制止恶意传播，不要给有心之人可乘之机。据悉，此前因为录制节目导致双方粉丝持续 battle。 非凡娱乐实时报道。